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今天把姥姥接来了，现在去机场看点新鲜鸡蛋。养鸡场离我家特别近。前面就是我娘家。这个就是，现在我就不进去了，先去称鸡蛋了。前面就到鸡场了，看我们这边的庄稼长得多好。鸡场到了。你家几斤？我只有五斤了吧。这。还没人事儿。那边对。这是几钱一斤啊？这。3.6。必须超市里面买新鲜的。那肯定。你家下了太瘦了。啊，这真是。这是螃蟹啊。中。回家做西红柿炒鸡蛋。娘，哎，哎，你织的些鸡蛋？怎么去织着呢？肚子还有鸡蛋呢？有翅膀。这样，一来一个一来织着的啊，多呢。翅膀，多吃些吧。多吃些，咱俩啥后弄的？就吃了咱织吧，一来完就。没事了。我还没租房嘞，没有了。那就直接寄了，就是往那老家来了。是啊，嗯。这为啥做不了吧？热死了。对了，他奶奶还在要等着炒鸡蛋嘞，到该租房了。租房。不上信儿。不信儿了。不信儿，我去给粘那棉纳布吧。棉纳布粘开了。粘开了。你都留了，你都吃吧。会吃了再。中啊。我给粘那。这药啊娘，这药咋给这就要药就够了。嗯，搁那边再粘，多吃那个棉是。嗯，粘了不好巧吧？你看就粘了，就说那够。是。嗯。走吧。哎娘，我得要药，你都丢了，要二级发。六豆脑子不咋还有嘞，要有就中，你都丢着吃吧。吃完了，有了不？吃完了我再来摘来。中。别冒油，我再回油了哈。中。嗯。